日出日落，时态万变，社会不断进步，朝着更文明的方向迈进。同样，社会福利界面对社会转变带来的各项新挑战，并需时刻关注社会大众的福利需要，为个人及家庭提供适切的服务，以协助他们积极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共同建设一个互相关怀、自尊自信、和谐共处的社会。有见及此，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机构亦意识到必须齐心协力，精益求精，以提供更优质的福利服务。在整笔拨款津助制度下，非政府机构可以灵活调配资源，适时配合社会不断转变的需要。与此同时，亦需增加透明度，就公共资源的适当和审慎运用向政府及公众负责。这个无疑为非政府机构带来新的挑战，需要社福界一起努力去达成目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由2001年开始推行，政府在2008年委任的整笔拨款独立检讨委员会，在检讨报告中提出了36项建议，其中第一项亦是影响深远的建议，是社福界应就非政府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机构管治及问责三个范畴制定最佳执行指引，并加强机构的管治能力。为实施有关建议，社署在不同的阶段广泛咨询非政府机构的管理层、工会代表、服务使用者等持份者，收集业界的意见，并就大部分项目与业界取得共识之后，最佳执行指引在2014年7月1日推行，为社福界提供一个共同的管治框架。指引标志着社福界一同努力的成果，实在得来不易，需要大家好好珍惜。最佳执行指引共有14个项目，有关财务管理的项目有5个，包括善用整笔拨款储备，订立最合适的储备水平，发布整笔拨款储备状况，善用公积金储备，发布公积金储备状况。而属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是薪酬调整，即是机构选择以公务员薪酬调整百分比或者全数运用薪酬调整拨款，并向员工发布有关安排。而有关机构管治和问责共有8项，包括沟通、董事会任期、董事会职能、界定董事会的职能和责任、重要管理事项的决策、重要管理事项的决策结果、不同层级的投诉处理所涉及的人员、职能和责任、处理投诉的政策和程序。最佳执行指引除了为非政府机构提供原则性的指引、准则和程序之外，还会鼓励机构在业界共同框架下自行制定适合他们的具体运作程序，并向持份者包括员工和服务使用者公布有关细节。机构与持份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对提升机构管治尤为重要。最佳执行指引推行的头3年，给到不同背景和不同规模的非政府机构有足够时间检视他们现行的政策和措施，再作出修订和妥善安排，提升管治能力和整合推行指引的经验。社会各界包括公众人士、服务使用者和他们的家人、员工、立法会和传媒等，都对社会福利服务担当着监察的角色。获津助的非政府机构需要与时并进，透过一股向前发展的动力，迎接管治上的挑战，以符合公众的期望。就这个提高透明度方面，如果机构能够适时发布重要决策的资讯给所有的持份者，例如储备的水平、薪金调整等等，机构和各个持份者都会能够加强他们的谅解和他们的互信。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我们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留人就要留到他的心。那你请到他进来了，
咁但係咧，你都要令到佢可以充分發揮。咁所以喺知人善能嗰方面咧，都非常之重要嘅。我哋都要有一個有效嘅績效管理，同埋一個賞罰分明嘅制度，而同時間俾到我一個公平嘅待遇咧。咁我同事自然個心咧，就喺個機構嗰度，就會繼續留喺度同我哋繼續服務啦。質詢同埋投訴文化是一個社會不可逆轉的趨勢，公眾問責亦都是機構管治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機構亦都應該多啲揾機會同員工同埋服務使用者咧多啲嘅溝通同埋互動，咁樣咧就會係能夠減少咗使用者同埋員工咧對於機構嘅誤會啊或者係誤解啊。我哋一齊攜手向公眾問責，做好我哋工作，做我哋機構管治。制定最佳執行指引的目的是鼓励接受整笔拨款津助的非政府机构，透过积极和正面的态度迎接在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和管治及问责等各方面的挑战，检视和改善现行的政策和程序，增加管治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员工还有服务使用者沟通互动，令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都有更多的参与。咁唔单止有助机构进一步提升规划同管治嘅水平，更为改善福利服务嘅质素同成效加添新嘅动力。挑战系进步同成长嘅动力，就好似种子得到悉心嘅栽培，能够孕育茁壮成长。提升管治，与时并进，携手建未来。